十个女仔，十一个都中意浪漫同埋惊喜噶啦。所以近几年喺日本就有越嚟越多人揾 wedding agency 帮手策划求婚过程。其中快闪求婚当然最吸睛啦，耐唔耐你都会喺社交平台睇到啲快闪求婚嘅片段，有啲片段仲吸引到超过100万个 views， 绝对系感动万千网民嘅。上网睇睇得多啦，自己做主角又会系咩感觉？其实一早已经安排了五姑娘的老公连海棠在尾二那天来到东京探班的，表面上就说第二天会带他们两个去一间英伦风餐厅听下歌啊，做个心情访问，但实际上拍摄前一晚我们已经静静地跟连生夹好整个快闪惊喜流程了。这个吉他是你们买借的？借的。太緊張了，我聽日就會唱得好啲嘅。我真係從來未試過俾呢個唱歌嘅驚喜俾佢嘅，咁真係好驚喜，我自己都好驚啊！到了正式拍摄的日子了，一班快闪舞的成员已经一早乔装成为色黑和侍应，个个都很落力去彩排，准备好要给个超级 surprise 五姑娘。有人有客人的，真的正当五姑娘仲好陶醉咁听紧歌嗰阵，其实在场嘅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就绪，一场超级惊喜行动即将开始啊！好謝安琪喎，佢話。好謝安琪啊！日本謝安琪啊！再訪問山口啊！咁我哋問咗阿五姑娘。哦，一陣一人讀一人讀我。走開嘅要排隊啊！五姑娘係坐呢邊啊？山口。係啊。真係客人嚟嘅呢啲。我有一日啦。我望你。好。坐嚟。咁佢送俾你嘅第一份禮物，你有記唔記得係咩？哎呀，死咁黐線！手錶。紅色戴嗰隻手錶，喺日本送嘅。咁今年就應該係你同連生結婚十九將，我將會送十九周年啦。咁你有冇啲咩説話啊？或者諗住點樣同佢慶祝咁樣樣啊？十九周年又好古怪一個單位數字，我想留翻出年時，即係2019年真係結婚20周年嗰陣時。我想搞，因為我好宅女嘅，我係乜都唔想搞，唔想。咦？咩事？喂，點解熄燈嘅啦？有咩事？Baby, you make me feel
哇好感動啊 Oh my god,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veryone Oh my god It's a surprise Another big surprise你識彈吉他嗎When no one else can understand me And everything I do You come to me in consultation You keep me hope in everything Cause I never know the reason whyof you Thank you Oh my god 我未唱過歌俾你睇，未彈下吉他俾你，對唔住我識彈吉他我都幾人冇彈過 Sorry, the first time he sing, okay Yeah 我真係未聽過你唱歌彈吉他我覺得呢個歌詞好有意思，同埋好似係好講我哋誒呢十幾年嘅相處，大家嘅關係啊！我係好感激同埋好多謝我太太係誒俾我好多嘅支持同埋包容。呢首歌《The Wonder of You》係好想誒獻俾佢唱俾佢聽，就係誒佢係一個好神奇嘅女人，令到我呢十幾年都係一個好神奇、好開心嘅旅程。我成日都係上 Facebook 見到人哋嗰啲結婚啊，嗰啲結婚啊，都係有呢啲咁嘅，即係啲 dance 好開心。我睇 Facebook 嘅，即係睇平台。今日自己我見到咁，我覺得好開心咯。一番が女優さんのもうリアクションがすごい良かったところがもう僕たちも踊っててもうすごい嬉しさっていうのが伝わりましたし、あくまでも僕たちは土台であって、その後に出てきた旦那さんの時にはもうさらにもう。皆さん見ていただいた通り のリアクションだったのでもう全て成功に終わったの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エモーションライズの方がいつも私のウェディングデーという曲を使ってフラッシュモブを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てでいつもその動画を見て本当に感動していてでいつか本当に私も生で参加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でこういう機会をいただいたのですごく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多謝曬你哋，多謝奇妙電視，多謝我自己，多謝老公 ，I love you。阿 Christine 喺邊啊 ？Arigato Christine， 我哋今次一個非常貼貼服服貼心嘅導遊，我喺你身上學到好多日本好嘅文化。And thank you all of you guys. All the dancers. Beautiful。我成日都話自己係匹野馬嚟嘅老公，好後花嘅我。咁同埋咧，我係癲唔癲、神唔神嘅。我未試過有一段關係可以即係維持咁耐同一個異性，所以我覺得自己好 amazing 呢件事，所以我覺得我係好幸福。